哪些不是酵素的特性？酵素可重复使用，酵素是蛋白质形成的有机物，酵素具有专业性， ABC 都是酵素的特质，我们刚刚才学过。对，那就最后一个，如果你本来不能发生，有酵素之后呢还是不能发生，酵素不能改变那个反应是否可发生，如果这个反应会发生，有酵素还是会发生，如果这个反应不会发生，有了酵素还是不会发生，它不能改变反应的命运，所以这题注是错的。本来不会发生的反应，你就算降低活化能还是不会发生。那这个注就放在这边，所以注是错的咯。